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还是2021年的12月17日，我现在还是在哥本哈根，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的3点10分，这个太阳目前已经落山了，我们现在要寻找这个餐厅。刚才看了一下，这附近都是这个老外的餐厅，我们实在是不想吃老外的这个，什么牛排、什么沙拉、这个面包啊。看都看够了，刚才看了几个中国菜，评价都不太好，有的是接旅游团评价的，还看见一个什么北京的煎饼果子，说里边就是只有酱和这个薄脆，什么葱花、香菜啊、榨菜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找一家韩餐吧，韩餐的话也不像这个德国汉堡啊那么丰盛，好像就是拌饭什么的。你现在过去看一下吧。顺便在这个老城步行街逛一逛，现在这个气氛还是不错，而且天还没有黑。现在我这位置就是老城的步行街，我们现在就是随走随逛。这个就是圆楼，这叫什么楼？圆筒楼吧，是吧？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也是个教堂，应该是吧？看了一下教堂，不知道啥，我也不看了。现在说是天气太冷了，有点冻手。这是介绍的，螺旋式的，进去以后就买票了，在这买票，看见了吗？螺旋式的走这个。他们这个当地摆摊的用不用牌照啊？但是我看那食品摊上是贴牌照的，他们这个摊上都没有贴牌照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随便摆，还是要收费吧？应该。这个丹麦品牌，丹麦的这个品牌，以前据说这个中国人特别多，而且这个折扣非常大。现在不知道，我们没有逛。现在才7折啊，有5折的，里面有5折吧。里面有5折，这应该是扫这个码吧？是不给100块钱优惠券啊？是不是这意思？超市，陈记 China 中国饭店。这个没有评价呀？这是盒饭吗？去看一看吧，88100牛肉面。我应该是那个韩国拌饭，有盒饭你去看去吧。不知道啊，可以过去看一看。他们这个都是像老外吃的一样吧，应该是，都是老外口味的。是吧？各种啥的啥的，咸甜汁儿是吧？都是老外口味。外都是带汁儿的。是。他们那个拿完全是炸的，你看那全是炸的，以后他浇这个汁儿，有甜的有咸的。这大衣才240多，挺便宜啊。那你为什么给这些啥？这一个旅行箱才500吗？这么便宜吗？新秀丽。500块钱，不能吧？看一下，看错了，这是1799，最大的。这500块钱什么意思啊？这我们看不懂。这写的丹麦语吧？要是500块钱的话，还真挺合算的啊。这又是一个圣诞集市了呗，好像现在下雨了。神路，这是老外的煎饼果子，你想吃吗？老外的东西现在吃不明白了吧？
反正就这些东西，要不就是黄瓜什么胡萝卜丝儿，再整点生菜、西红柿一拌沙拉，其实也没啥东西。那我想尝一下它的炸香蕉。那你一会儿就买个炸香蕉。那步行街上很多，那炸香蕉也不是他们当地的那个那啥，嗯，不是当地特产。这卖花的把这橘子弄过来，跟橘子一起卖，那橘子最便宜，橘子比花便宜，这35，哼，这么多花啊，他们这花是真多。这是65一盆啊，一束应该是，是吧？这一束是78，这两束是120，这两束是120。这都什么花都不认识。哇，这个98，这个配的好看。这是过圣诞什么用的吧？是吧？那是百合吗？没开的，那是啥？那边的那，你看那一堆不是百合没开的吗？那这不是吗？不是，百合是这样的。不一样是吧？走吧，看不懂。啊，这边卖肉的，你看那卖肉的挺好看吗？那个不感兴趣。我看着肉怎么就馋了呢？忽然间。汉堡王，哇，这些美女看都穿丝袜啥的，这也不嫌冷。哎呦我去，我这现在感觉这冻的都有点冻透了，现在已经都，他们都不嫌冷。哎，穿个卫衣吃冰淇淋啊，这孩子老外这火力猛啊，火力壮。汉堡王，啊这儿的，这个是。这就是土耳其餐，这是烤爸爸呗，是吧？啊，这个便宜，汉堡王便宜，20块钱一个汉堡，25一个汉堡，这是最便宜的了，应该是吧？这就是地铁站，那这边也有地铁站，那我们回去就不方便了。2号线好像有，我看了，有吧？没有也可以换乘的，接着走，接着逛吧。关键这个上厕所太麻烦了，他们都非常能憋的呀。哇，这又是一个样子。前面还是地铁站吗？71，他们这个造型呢挺别致的都哈，那造型呢比较别致，两边的都有，这边咖啡厅，那边71。这个是大市场吗？进去看一下，用不用戴口罩？这个好像就是大市场，里面是不是有这个北京煎饼果子和这个韩国拌饭呢？在那儿站着吃的，啊，应该是，嗯，这看着像。你看，还给你点个头，嗯，他应该是韩国人看的，哈、啊，这就是北京煎饼果子是吧？先不来了，完了旁边是韩国拌饭，在我旁边呢，出来的，看一下。都在外边啊。啊，就在外面吃呢吗？这多动手，手都不好用。哇，这边暖了，瞬间就暖了。哎，戴口罩，戴口罩。好了，刚刚戴完口罩，逛一下老外的市场。小蛋糕36、46哈，贵点儿。我这一个汉堡40，这比汉堡王还贵。哎，他这里边这么贵吗？东西？还出乎我意料啊！80，250克，核桃仁。这全是沙拉的，夹面包的是吧？23克。冰淇淋、巧克力，这就是一个地铁站旁边的这个
小市场是吧，主要还是经营那个餐厅的啊，可以在这边吃。我的面包咖啡对，没啥，就这一趟吧。那边还有那边都是那啥了啊，卖酒的。那边那个房子里边就都是卖菜的，看看能门能不能开。我这巧克力298，都是298巧克力，这不能出去吗？啊，可以出去。啊，那边是卖菜的吧？哎，也是卖吃的的，都冒热气呢吗？想冒热气儿都是。你看那冒热气的吗？那看，咖啡啥的，不得冒热气吗？哎，这边5斤呢，什么都有，大勺都有，是吧？奶酪啥的啊，肉啊，这边是生品，我们刚才逛那边是熟品。不想吃这种肠的话，我们吃不了。这种肠的话，他们比较生，都得需要蒸一下，或者烤一烤一下。这个啊，对，开放式的三明治。嗯，不对，开放式的三明治。啊，开放式三明治呗，就是。可以买，要不两人吃。100多一个。对，反正60多吧，60多100多一个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就一个面包片，上面夹着这个刚才你和的那个乱七八糟的沙拉，完了上面放一片鱼，里面夹了鱼籽。这个应该是羊排吧，这是羊排啊，45块钱100克，45块钱100克，挺贵啊。你想吃那个那啥，你就买一个。我是没啥想吃的，都是这玩意儿。但就是和的这磨磨唧唧的，完事就夹那饼干，放在饼干上面了就。嗯，这是卖海鲜的。这龙虾是100克50，是吧？还有100克150的，看不懂啊，看不懂，不太懂。生蚝、虾，虾还活虾呢，哎，活的虾。三文鱼，不知道，不认识，这得请教专家了，对，看不懂了。鲸鱼啊，不知道啊，等老刘看到这视频就知道了，什么鱼了。嗯，它这个上面都有价格，但是我看不太懂，看大的小的，都是100克30的180的啊，100克35的95的都有。我这个海虹都需要小的70吗？这大的多少？腌三文鱼啊，35，100克。这是他们家龙虾就便宜了。啊，这是28，100克。啊，在这其实还是可以给你加工。他们的加工方法也比较简单。对。是吧？嗯。有的不用煎都，他拿那个沙拉一拌，然后就吃了。50块钱100克。是腌制的三文鱼。还有39的，大虾、章鱼、各种鱼、大扇贝。他们龙虾这么小吗？都？那个真是那个鲸鱼肉吧，那么厚。太闹了太闹了，在里面就拍完了，里面拍完了，因为那这个太吵了，非常乱，乱七八糟的。我们还是去找我们那个餐厅拌饭吧，中间是卖菜的，吃饭都是在外边吃。这外面就好冷了。哎，这个市场大概也就这么些。这边就是以这个生的海鲜什么的，肉啊肠啊为主，啊，可以给你加工。这边就是以这个餐厅什么的为主，啊，酒啊喝酒啊，还吃什么汉堡啊饭啊什么东西的，反正就是大概就这么些吧。嗯。